上次让我下水道，我也我也想来找，但是这个风刺进去火力有点太猛了。哎，这有个机会，哎呦，我撞脸上了，亲了一口。人数优势已经确立起来，现在回防已经难度不小，而且必定有人在绕，究极大绕后。没错，点内正面的压力能不能顶住？康康先把御史房清理一下。而且现在很烦，到处都是进攻方的枪线。看到小黑屋有一个，给了一发，康康的准度依然在线，再给一发，康康刺杀。防守方的奇乐布置了全面封锁，进攻方的奇乐好像已经慢慢绕过来了。但是旺克这个位置很尴尬，他走不掉了，他顶着全面封锁一打三个人，三个人。霹雳之虎先冲到点里，背后要绕的人被旺克给接了一个，自己有点前后不好走，好像能看到一个头皮的位置，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把小黑解决掉，他就转移枪线了，所有人都被接在了外面，能接几个旺克？连打三个旺克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他要面对四个人。字母哥脸上是有三个人的，他一定要小心，看出来了，虚弃剑打不出来了，被无效命令抑制了。是的，无效命令启动了，他在这中接几个人，先点到一个，马上转枪，再接一个，飞神一百八，还能再接一个，再一个一百八 ，Yosemite 也被收掉了，哇，这一枪，这一波也太夸张了吧，他连续的两个180度转身。One enemy remaining。